我厉害吧？虽然赢了，但是好蠢。让你吓我，把你的毛我拔我拔我拔。不过金毛收集起来说不定还有用呢，还挺有趣的。我在想什么呢？怎么突然暗下来了？天空怎么突然变红了？糟了，苏黎黎！啊，离那只鸡远一点！啊，他怎么了？别管了，快逃！哥哥，他好像没追上来，怎么突然停下了？这里有个隐藏的结界。里面不会被魔兽袭击，很安全。走吧，抓紧我。哇！好漂亮啊！这里是仙境吧？啊，那是墓碑。这里，是我父母的安葬之地。桑亚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吗？可怎么也在这血月沙境？难道他们也被关在这里，直到……走吧，啊，找出口要紧。等一下，叔叔阿姨好，初次见面，我叫苏黎黎，你们放心，桑亚一切都好，今后我会替你们好好照顾他，绝不会让他受到伤害，毕竟他是我小弟嘛。凭什么我是小弟啊？因为我比你高啊。下来。啊，被发现了。这家伙，算了。这边还有一座墓碑。这我也不清楚。这墓碑是我亲手所立，但完全没有了相关的记忆。不仅墓碑上没有文字，墓中也是空空如也，只有一件织锦披帛。到底是桑亚，天上怎么了？那都是些什么？那些怪物在疯狂地攻击结界，结界快撑不住了，我们快逃吧！不可能，血月影响下的狂暴魔兽怎么会聚集起来攻击同一个目标？难道是他？苏黎黎，你一直往西走，直到看见一块血色岩石，上面有一朵彼岸花，折断它就是沙境的出口了。等等，那你呢？我父母长眠于此，怎能让这些畜生扰了清静？这几日多谢你照拂了。那我也留下。留下只会白白送死。放心，我很强，别管我，快逃吧。别再被卷进来了。我这用血脉之力所设的结界，被皇室血脉不能打破，而这里也只有父皇与母后的墓地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，哥哥？亚亚奴，躲在我身后。我再也不会让家人受到伤害了。放心吧，哥哥一定会保护你的。好久不见，亚亚奴。伊启莫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亚亚奴长大之后都不肯叫我哥哥了呢。哎，弟弟叛逆了，哥哥很伤心呢。还真是会说笑呢，摘罪楼的御幽使大人伊启莫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你派多少摘罪楼的刺客来刺杀我都无所谓，可你不该勾结人族，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怨。